然后这是因为平安，就是当然有介入，就是过我那份帮忙参与，然后进行这个台铁，就是台铁这边是诉讼的。那所以我现在的身份就是目前的身份就是一审的这个义务的诉讼代理人这样子。那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度呢，已经到了一审判决，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上诉中。 那当然，一审我就是全败啊，当然，这个律师也要负也要负也要负一点责任啊，这也不是也不既然是蔡律的问题这个样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道歉。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蔡律这个民事诉讼的流程，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啊？那很简，就跟大家先跟大家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关于这民事诉讼的这个过程这个样子。那 大家应该都很知道，我们民事诉讼才三审制嘛，那它会有一审、二审跟三审的部分。那我们一审呢，它又可以分为准备程序，指的是说呢，双方呢，就你们想要法律上面讨论的争点，然后我们汇集一下。然后呢，或者是说，双方有没有什么证人，你们需要传的，那我们现在把证人传来问清楚。那问清楚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启下一个程序，叫做言辞辩论程序。那言辞辩论程序呢，就是双方就各自的公房方法，然后提出辩护，跟指控对方这个关于法律就认识用法的疏失，那让法官做一个参考。那最后的状况呢，最后的程序呢，就是宣判。那宣判之后呢，在宣判，在你收到判决书之后的20日内，你必须提起上诉。那我们蔡依林的宣判的时间点呢，是5月1号，然后我们5月7号收到这个判决书，所以我们赶快在20天内就是提了那个上诉理由状。所以现在呢，是把我们已经把上诉理由
那二审呢，他会重新再跑一次，一样就是言辞，一样就是准备程序。准备程序结束之后呢，是言辞辩论程序。那这期间呢，大概依据我的判断，大概会开庭，大概开大概三到四次左右啦。准备程序可能一次就会结束，那言辞辩论可能会开一次到两次左右。那一样他会，那一样最后就是宣判。那宣判之后呢，我们会上诉三审。那三审的时候呢，它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三审目前为止呢，它是采书面审查，所以就是双方就法律上面的各个争点，然后互相的攻防，然后就是由最高法院的法官，然后来对我们这个认识用法的，就是双方跟原审的认识用法跟双方的起诉跟答辩来做一个说明。那再来就是第三审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律师，他就是强一定要律师来做，就是律师强制代理，就是民事一二审就可以不用请律师，但是三审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法律审，所以你必须一定要请律师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那他有限定说，你如果起诉的金额，就是你告对方的金额没有到150万的话，是不能上诉到第三审的。刚好好险，我们蔡旅他的这个案子是他案子的标的，我们讲说标的指的就是说你要对方给你什么东西，台铁他要蔡旅给他登报道歉，太好了，登报道歉它是一个非财产的损害赔偿，所以不管他登报道歉的费用是多少，他最后都是可以上诉到三审的，所以这个案子至少就是他就是可以就是不过像请求财产诉讼，可能很多因为你请求的金额不到150万，就是在二审你如果败诉或胜诉，在二审就打住了，那这是一个非财产权的诉讼，所以可以打第三审。那这是整个民事诉讼鸟瞰图大概会是这个样子。那再来呢，我因为大家可能很多对于法庭内的规矩就是他的这个民法上面的东西不太熟悉，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呢，法官呢，你一进去，他就会你一开始起诉或者你答辩，法官就会问你说你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你听到请求权基础这什么东西？那其实请求权基础非常简单啊，请求权基础指的就是说你用的是民法的哪一个条文来告他。那民法的条文呢，它可以分成很多种，但是大致不脱下列几种。第一种契约，契约指的是呢，我们双方签订契约，然后因为我们签了这个契约，所以我们有义务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也有义务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是房东，你是房客，那我的任务就是给你一个好的房屋让你用，那你的义务呢就是每个月缴交租金，
这个就是契约关系。然后另外一种呢，我们比较复杂，我们称之为法定债之关系。好，不要被吓到。简单来讲呢，就是侵权行，比如说像是侵权行为，大家很容易会听到，对方就是用民法184条第一项前段、后段、第二项来以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那侵权行为指的是说呢，双方之间他们有契约关系。那比如说你在路上莫名其妙就被别人撞了，那因为他撞了我，那因为他故意过失，然后造成我的身体损害、我的财务损害，那因为这没有契约关系，所以法条呢，他就拟制说，你们这个叫一种法定契，就是法定债之关系。就算你们之间没有契约关系，你也可以依据法条的哪项规定，然后来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那我们现在台铁跟蔡平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契约关系，第二个大点是侵权责任，就是我刚刚讲的契约关系跟法定债之关系。那契约关系它是依照什么来请求呢？台铁员工那边说蔡玉玲他违反铁路法，违反铁路运送规则，然后还有民法，所以呢全部包括在一起，他必须台铁他这边呢以民法第227条请求不完全给付，这是契约关系，这是台铁提出的第一个请求权。那在第二个请求权指的就是台铁蔡玉玲，你以故意过失的方法，然后侵害台铁的名誉，然后呢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使台铁受有名誉的损害，还有你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所以依据这三个点合起来，那台铁呢就用民法上面的侵权责任告他，所以台铁那边提出的民法请求权基础总共两个，就是契约关系跟侵权责任的关系。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一审发生了什么状况。一审呢，那台铁他告什么？一审呢他说，蔡玉玲，你违反了铁路法第57条第一项的规定，因为我们铁路法第57条规定说，你旅客乘车应该遵守铁路有关安全法例及站车人员之指导。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列车长啊，然后来敲门啊，然后你又不开门啊，然后就在里面弄一些性爱派对、无微不微啊，然后就是造成我台铁名誉上的损害。然后第二个，你违反了铁路运送规则第5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因为他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铁路机构得拒绝运送、解除契约或终止契约。那如果说你的旅客有依照你有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大家听好，这是今天的重点，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话，他们可以拒绝运送、解除契约或终止契约。然后再来就是民法第438条的租任关系，因为他们认为说蔡玉玲他今天去租这个承租这个车厢，它不仅是一个运送契约，同时也构成一个租任关系。那租任契约里面有规定说，那个民法的租任篇里面有规定说，你应该要以租任的性质所定的方法为之。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这个车厢，你必须要乖乖的坐在里面，就是乖乖坐在里面，就是你要依照它如同大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去用这个租任。太激动了。没关系，想象，对啊，没事。所以你要依照大家所想象的，比如说，你是租房子，就应该在里面吃喝拉撒睡，那如果说是在汽车旅馆里面的话，你就要好好在里面打炮。那如果是在火车的话，你不在里面打炮，你必须要乖乖坐在里面，然后从 A 站到 B 站，乖乖的依照，大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去用这个火车。好，这是契约关系台铁所主张的这个请求权基础。那再来呢，另外一个部分呢，我刚刚讲到第二个部分是侵权责任的部分。侵权责任呢，民法它台铁它用了三个条文来告它，一样都是存在于民法第184条里面。第一个是184条第一项的前段，因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蔡玉玲有没有故意过失？他故意在那台铁意思就是说，蔡玉玲故意在台铁里面台铁的包厢里面，然后开轰趴，然后侵害到了台铁的这个名誉商誉，所以造成台铁名誉商誉受损，所以他必须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行为的第一个请求权基础。第二个请求权，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你在里面开轰趴是一个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又是善良风俗，是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是，所以你是加损，用这个方法，然后加损害于台铁，造成台铁的信誉、商誉受损。第二个条文，第三个条文，你是违反了184条第二项，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违反了什么保护他人的法律？就是刚刚讲的铁路法跟铁路运送规则。因为铁路法跟铁路运送规则就是要确保这个旅客上下车平安嘛，那货物可以顺利运畅嘛，那你在里面开轰趴，怎么会让这个火车有没有颠覆倾斜，翻覆的危险嘛？可能、啊。
太用力的话可能了哈。总之就是对方的拉里拉拉就提出了这些东西呢。好，那一审的里面呢，一审刚开始的我想好像是徐亚培徐老师帮你写的状子嘛，然后后来我稍微调整一下，就是我就针对这个台铁他怎么告他，我就怎么回他。我针对这一样是针对两点，第一个契约责任，那我就说，他说，台铁他说铁路法，你违反铁路法第27条的叭叭叭的规定，然后我就说铁路法它是一个行政法，然后所以你可以，如果他违反铁路法的话，你可以处他罚锾，但是他跟民法请求权基础无关，这我回答第一点。那第二点，他说你违反铁路运送规则那个公序良俗的规定有没有？然后就说啊，你台铁有没有违你那个蔡林怎么违背公序良俗？你也没有证明啊。必须要负举证责任这件事情有没有？而且铁路运送规则他只跟你说可以终止或解除契约啊。啊，蔡林他没给你钱吗？有嘛？啊，他们从台北站坐到竹南站也有嘛？那双方的契约关系就已经解消啦，就没了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铁路运送规则，然后来向蔡林请求损害赔偿的？那再来第三点是，他说民法租任里面有规定，那个你要用这个不就是那个合于那个使用。合于这个我刚讲那个就是使用物的约定方法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啊，这是运送契约，不是租赁契约，你拿租赁契约出来干什么？这是契约责任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侵权责任。那我刚刚讲嘛，就是说蔡瑞故意过失侵害他人的侵害人权益，我就说结果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侵害原告的商誉跟你的形象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因为为什么？原告他在一审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自己？他是怎么说他自己那个有商誉受损的？他去捡那个报纸，他捡那个报纸，捡很多报纸，然后跟他说啊，某那个铁道迷啊，陈先生啊，说什么台铁被开过性爱趴之后，然后让这个台铁的包厢变得很肮脏，然后我就不敢坐啦。他捡大概两三张左右，然后那个原告律师就说，你看这个东西，那个。某铁道迷陈先生，那个用那个说他不敢做了。你看这个我们有没有商誉受损？这样子，然后我说，可是他的营业额整体来讲增加了3倍耶。这件事情就是你用很多报章杂志来讲没关系，但是问题是，你讲的都是特定人的观感。那最简单的就是我拿出数据给你看嘛，你台铁就成长3倍嘛，然后你说你商誉信誉受损，谁信？没人信，就是没人信嘛。然后再来就是说，在关于这个184条第一项的后端，他说有没有以违背善良的风俗的方法，故意加损害于他人？你有这样想吗？我那时候想说，他在车上开轰趴，他是故意想要造成台铁的这个名誉受损吗？我说没有啊，他只是想要那边满足他信誉而已嘛，不是为了要造成台铁的名誉或信誉受损嘛？你只是觉得就是好玩新鲜，你没有想到会那个结果。那再来就是说，他没有违反保护他人任何保护他人的法律，他也没有嘛。所以我就依照刚刚讲契约关系跟侵权责任，分别提出6个点，然后去反驳对方的说辞啊。那再来有趣了，一审的判决理由，我慢慢讲好，因为刚刚看起来好像大家讲的看起来好像有点昏了。那没关系，刚刚讲你们都可以忘记，但是一审的判决理由大家可以记，可以大家可以因为蛮好玩的，我觉得可以分享出来跟大家讲一下。他说哈。这个哦，违反善良风俗的部分哦，因为蔡玉玲呢，他在刑事方面呢，他触犯的是违反妨害风化罪，就是刑法第231条第一项规定的妨害风化罪了。所以你刑法上面你触犯的是妨害风化罪章，所以你民法上面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啊，对，就这样，对，就这样，对，你触犯的是妨害风化罪章，所以你就是违反民法上的公序良俗。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他说哈，依照运送契约的规定啊，你除了给付运费之外啦，你还要去必须要对运送人负起这个告知责任啊，然后你不能违反这个铁路运送规则的附随义务啦。然后所以他说蔡玉玲，你没有把你的契约进行完成，因为你在台铁开你在里面开轰趴的时候，你没有告知列车长。然后我就好，非常好。然后再来第三点是说哈。性爱，这点很有趣哦，这点蛮好玩。他说哦，性爱聚会它是一个涉及犯罪的行为，而且违反善良风俗，跟凶宅一样，被一般的社会观念所排斥。大家，你在里面开性爱派对，你那个包厢的神圣性已经被你染黑了。没有，那个是我
我这样诠释，我相信我没有超越判决的，我因为他这样诠释，他说这个包现在已经开轰趴，然后你这个东西已经被染黑了，它就像，下面是真的，它就像一个碗装过大便之后，你把它洗干净，没有人会想用。对，判决这样讲，他说，正如同这个陈装器物陈装过排泄物之后，然后再与这个食物放进其上，然后相信许多人就不会愿意用这个陈装器了。当然，他这个论证哦，就是也可以用很多地方，比如说正解杀人抽象也可以，之后也不能这样用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哦，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他说凶宅哦，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指的是哦，这个发生哦，非自然死亡的处所。然后他说，他就说哦，会造成你交易价值的减损，然后而为一般人所厌恶。自杀凶宅了，因为他会上那个交易价值降低嘛。他说你在里面办轰趴，就跟把那个车厢搞得跟凶宅一样，没人想去做。然后再来最后一点，就是说不能不，就是他说哦，虽然我们提出说台铁轰趴这个结束之后呢，那个营运的这个量数上涨了，但是他说你不能仅以营收的金额来作为名誉信誉是否受损的唯一标准，你必须还要参照其他的社会，比如说放进社会观感的部分，然后来决定说台铁的这个对。那个比如说不知名铁道迷陈先生讲的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铁道迷是谁，我二十好想要传那个铁道迷来问一下。好啦，那因为我们上诉的时候我们会针对原审的判决，就是我们现在一审的判决，我然后提出几个点，那我主要提出四个点。第一个点是民事审判独立于刑事审判之外，民事法官不受刑事法院的拘束。那意思就是说呢，就算你刑事法院呢认定说你是一个违反了这个妨害风化罪章，但是问题是刑法上面的这个妨害风化罪跟民法上面的公序良俗，它的概念是同一个概念吗？这很难讲得清楚。当然我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但是我相信我也没有能力继续讲下去。但是总之法条就是有规定说你民事审判不受刑事法院的那个干涉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铁路运送规则没有办法作为运送契约的附随，因为这点可能较深一点啊。那因为这个判决，他说你在那边开轰趴，那你是违反这个契约。你虽然你有付钱，然后你也从台北坐到竹南站了，但是你就是违反了契约的附随义务。那判决他没有讲清楚，说他到底违反了什么附随义务，他没有讲清楚，所以我就针对这点再去打他。然后再来就是他把性爱派对的车就是用过性爱派对的车厢之后，然后不当类比为凶宅，这件事情我打得特别凶啊。因为一个点是我们讲凶宅这种事情，它是会造成交易价值的减损，让你东西没办法卖，或者是卖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但是问题是今天台铁它是用什么请求权，然后来请求蔡依林应该他是请求蔡依林要登报道歉的。这是一个非财产权的诉讼，你一下子说凶宅，你会让它交易价格降低。今天台铁它是也要卖这个车厢吗？台铁要卖车厢没有吗？那你把它弄成凶宅干什么？然后再他就说你在里面开性爱派对，这个犯罪违反善良风俗行为，跟凶宅跟那个有自杀者在凶就是在那个房子里面自杀的话，把它弄成凶宅一样。我说哦，我在诉状里面写说。我觉得原审判决有对自杀者有侮辱到，因为我们可以说自杀人他是一个有违反，就他一个自杀是一个犯罪行为吗？不是。那你说凶宅，然后他是一个涉及犯罪，而且违反善良风俗，自杀违反善良风俗吗？我觉得这两个点我觉得好有趣哦。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想要再继续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反正呢，我觉得你就是对于自杀者的侮辱。第一个，我觉得他没有违反善良风俗；第二个，我觉得你讲的理由不够正当。然后，就是总之，他就是一个不当类比。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被上诉，你这个台铁，你这个原告，你的商誉，你怎么计算出来的？我们这边提出证据啊，你这边跟人说，你那个台铁的营运量已经成长三倍，然后你原审判决跟我讲说，不能只以营运量做唯一的标准，那你告诉我这个成长到底怎么一回事吗？我就是啊，就是我希望二审的时候可以讲清楚这件事情。
那再来呢，就是好讲到最后，就是再来就是关于未来的答辩方向嘛，因为这件诉讼呢可以上诉到第三审，那在他也是要缴裁判费4500元，这我跟刚蔡云讲过，然后我想二审的时候这个庭可能也会开得蛮快的，恐怕准备程序跟延迟辩论程序应该开庭在4次里面就会结束了，除非我们遇到了一个蛮有趣的法官，如果我们遇到蛮有趣的法官的话，我们可能就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公序良俗上面，在民法上面到底怎么运用，就是其实我一审里面我一直很排斥去在里面讲说公序良俗的问题，因为民法它的公序良俗概念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就是叫你，就是你平凡人都知道说你大概你用这个抽象你就是不能拿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既然你已经有那个抽象的概念已经存在了，那你在里面开心啊派对大家都不接受，那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但是这件事情没办法，就是没办法讲清楚，因为民法上面的公序良俗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抽象，然后非常没有，就是没有思维性，然后没有逻辑性。他只要一般人觉得你有问题，你这个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他们就会这样子去认为说你是一个你在民法的评价上面是该当违反公序良俗的。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再就是关于刚刚附随义务的部分，那比较属于法律论述的部分，那部分我也想办法再去强化，就以一些实务的见解来强化这件事情。那最后就是我会要求台庭告诉我，你一直在讲说你名誉受损，我们这边提出来的证据跟你说你营收就是上涨了，你而且还上涨3倍到5倍，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只凭简报不知名铁道迷陈先生，然后就来跟我讲说大家都觉得很肮脏，所以你有信誉跟商誉上的受损。这件事情恐怕也对方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啦，希望我们二审可以遇到一个好法官。好，那今天的跟大家聊天就大概就到这边，谢谢。